劳动强度太大，跟牛打交道，要牛弄到手术台给它洗刷啊，给它接种。我们人类的进步史实际上也是跟传染病的斗争史。解放初的时候，我们人均死亡寿命只有35岁啊。青蒿素是中国中医药献给世界人们的礼物，它使这个非洲的这个疟疾的这个疫区啊，死亡率大大下降。顾先生的攻击应当说是历史性的，它使是中国控制和消灭脊髓灰质炎这一顽疾的最重要的科技手段的发明和提供者。他就说伍连德是歪理学说，甚至站起来指着伍连德的鼻子说，你给我走，这个防疫主官我来做。